走着。尽管偶尔会停下脚步，但大致上还算顺利，很棒哦。好，詹姆斯，小心点！就在离对岸只剩一步的地方，他们两个同时都停了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小黄成功的一跃而过，问题是詹姆斯不敢跳啊！小黄狂拉詹姆斯，要他跳过来，但是詹姆斯却抵死